从前有一位武林高手，年逾古稀，身陷囹圄，但是这些都不能阻止他走上一条追求武学最高境界的道路。
我只有九块了，九块行吗？好吧，你等一会儿，我拉几个人就走。校长，有个学生跑了。知道了。啊，已经让有虎去找了。嗯。还有什么事啊？啊，今天有个新语文老师要来。我想点一首歌。我们的一位老听众陆先生要求点播一首歌，今天他要开始自己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了。好吧，我们送上这一首丁薇的《上班族》。无论拥拥挤挤还是冷冷清清，你总要出门上班。无论雨的清是风的黄昏，你总是来去匆匆。街上人来人往，车上人熙人稠，你全都，你全都。老板，这有多少钱一斤啊？请进。你好，我找陆主任。坐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回乡偶书贺知章二年级语文上册，说。叫主任。啊，主任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边教书吗？因为咱们是亲戚，是一个原因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我需要你做一条鲶鱼。啊？鲶鱼？你知道鲶鱼效应吗？哦。是那个鲶鱼啊，就是死水里的鱼容易缺氧死，放一条鲶鱼进去。我知道鲶鱼效应的意思。放一条鲶鱼进去后，在里头闹腾，其他的鱼不得安生。这里不是寻常的学校，学生也不是寻常的学生，所以你要机灵点。哦。这是有虎教练，两届省三打比赛冠军。哦，你好。他怎么处理了？就让他先听课，在宿舍反省反省。那是从轻处理了。走。校长，这是新来的语文老师陆永红。
校长好。刘红啊，你会教英语吗？英语老师有事请假了，我估计啊不会再回来了。啊，不行吧，我英语都是自学的，语法我都搞不明白。那个只要把单词写到黑板上，让他们呢多抄几遍就完了。哎，对了，给你张电话卡，这是限量供应的，用完再管我要。好，谢谢主任。那我什么时候开始上课呀？那得下午了，现在是武术课时间。好。同同学们好，我是你们新来的老师。同学们好，我是你们新来的语文老师，我叫你就是新来的老师啊？哦，是。教什么呢？教语文，哦，还有外语。哟，还挺厉害嘛。你是？我也不干嘛，我就待着。我爸校长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好。哎，昨天来，带你参观参观。啊，那怎么好意思呀？客气什么，反正我也闲着。抽烟？啊，不会，谢谢。孔二郎。这儿啊，就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了。食堂。啊，这学校唯一的好处，就是厨子手艺还不错。嘿嘿，胖子，开饭了。各位，这位是新来的语文老师，陆永红，陆老师。你们好。万马齐喑，犹可哀呀！己亥杂事，孔子正六年级下册。知道我为什么需要一条鲶鱼了吧？来来来，吃饭吃饭。好吃啊！嗯。Thank you.
我们校医安澜。哦，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呐，你离她远点。同学们好，我是你们新来的语文老师，我叫陆有红。不是有风，是有红和翁红。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，还不是很熟悉大家。我点一下名，顺便记一下大家的名字。马玉到，谭楚端到，郝大通到，孙不二到，裘楚基到，王楚一到，宋宋远桥到，殷黎婷到，莫生谷到，张翠山他被抓起来了。为什么呀？逃跑失败被抓回来了。你们别都瞎说，安静安静。这孩子情况比较特殊，你接着上课。哦，今天我来的时候看见我们学校门口挂了招牌，写着止戈无效。什么是止戈呢？为什么叫止戈呢？有人知道吗？邱楚基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不是邱楚基，我叫王楚一。你们看啊，舞这个字是由止和戈组成的。止戈就是停止干戈，化干戈为玉帛，就说明武力是用来制止争端和战争的。或者说，武术和功夫的最高追求就是和平。嗨，韩梅梅。Good evening. Oh, good evening. Lucy, are you hungry? Lucy, are you hungry? 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有。作业了，他们一会儿还要训练呢，哪有时间写作业呀？不写作业，他学到的知识没有办法巩固，很快就忘了。哎呀！没事。哎呀，没事。
疼不疼啊？老师疼。怎么样了？没事儿，就是擦破点皮。老师，我心口还疼。哪儿疼？这儿。去你的心疼！滚蛋！经常会有孩子受伤吗？肯定啊，这不是武校吗？真可怜，都是长身体的年纪。这就算完事儿了吧？急啥？后边还有节目呢。前后正齐，向右转。1500年前。达摩一苇渡江。1500年前，达摩一苇渡江。在少林面壁十年，开创了少林武功。700年前，张三丰逃离少林，游禅入道，创立了武当。100年前，霍元甲在上海开办了精英体育会。50年前，在乱世学武功可以保家卫国，在和平时代学武功可以强身健体，更可以功成名就。你们想成为李小龙吗？是。你们想成为成龙吗？你们想当李连杰吗？是。欢迎来到止戈武校。
张翠山，张翠山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就是张翠山吧？嗯。你缺了好几堂课了。走，去我那儿，我给你补补课。这几堂课呢，我们学了古文，这都是教案上需要背诵的，回去都得背。我先给你解释一下意思啊。我会背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都会背。你都没上过课，你怎么会背啊？我课本发下来就都看了，有需要背的我就都背了。我不信，你背一下我听听。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。不闻机杼声，惟闻女叹息。问女何所思？问女何所忆？女亦无所思，女亦无所忆。昨夜借军帖，可汗大点兵。军书十二卷，卷卷有银铭。阿爷无大儿，木兰无长兄。张子山，你不错，要加油哦。九点半就是女浴室了，你不知道啊？没人告诉我呀。
回去。张顺山，过来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不喜欢学武术？说实话，说实话，我不怪你。我看你也是。全套。带上，带上。你来，你打我，打我试一试，来啊！你为什么不打？我不想打人。为什么不想？不想，不喜欢。只有打了，你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。不打，你永远不知道打人的快乐。来，打我！来，来，用力！来，用力！来，来！我们今天写篇作文吧。啊！写作文而已，能比你们训练苦吗？不用唉声叹气的。其实这个很简单，就写你们最想干的事情，比如想当成龙啊，想当李小龙啊。你已经写完了。大家安静一下，我们大家听张翠山读一下他的作文。来，起来呀！我来帮你读。我的愿望是学游泳。在我小的时候，常常去家附近的河边玩，那里水很干净。我的朋友们都爱在里面戏水，我总是不敢下水，就在岸上看着他们玩。这一段写的不错，很棒，这就算是童趣的诗意。你们知道什么是童趣的诗意吗？哎，写完作文记得要交啊！
亲爱的兄弟，陪我逛逛逛街。先生，几个爱情诗人，几个流浪歌手，几个校门口的酒馆里也经常有人大声哭泣，黑漆漆的树林里有人叹息，那宿舍里的路们都仓皇离去，这冬季的校园也像往日。你也喜欢听广播？校长忙着呢。现在的年轻人听广播的少了，都去看电视。其实电视我也挺喜欢的。校长，您这个老雕真不错。这是笋。哦，真不错，有一种霸气的诗意。以后不经过同意，不要到楼顶上来。哦，好，那我先下去。赵老师，你再考虑考虑，你这个业务能力、教学水平，那是没得说呀。哎呀，你这一走啊，我这心里还不好受。有活，把门开一下。好嘞，啊，你们练琴。小赵老师，你真的就这么走了？你不再考虑考虑？主任，您找我。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初二上册，崔颢的《黄鹤楼》。永红。啊。你会教数学吗？没错，又是我。你们赵老师他……你们学到哪里了？我看赵老师那里还有几个卷子，不如我们考个试吧。我也对大家的数学水平了解了解。张翠山。写对了，为什么全擦掉了？我以为什么事儿呢？这不是很奇怪吗？这里是武校，练武是正业，
数学学那么好干嘛？什么意思呀？这帮孩子文化课太好，容易被人笑话不务正业。啊？数学试卷都不会，没写。不是啊，你那又划掉。一支烟吗？就损好神啊，简直是校长的耳目吗？哼，这他是我爸的亲儿子，我是后的。哥，别出去。其实我十七八的时候也想上个大学，学个什么物理什么玩意儿的，哎，有红，嗯，你谈过女朋友没有？再过些日子，我们就要去县里的晚会上去表演，希望祝君努力加油。为我校争光！我先走了，回头再聊啊。嗯。叔，江琴以前是什么情况？江琴以前可生猛了，都参加全国比赛了。可是有一次，他却负伤了，腿被人打瘸了，从此他就一蹶不振。自甘堕落。叔，你在找什么呀？今晚放的电影。电影？好。林哥，来好。看着点。前后造齐。好了，坐下，前后造齐。安医生，主任说放电影，去看电影吗？电影啊。
不去。啊，那好吧。永红，哎，怎么了？病了？我找他要了两片消炎药。去看电影吗？电影啊！为什么放鬼片啊？给小孩子看这个不大好吧？让他们看害怕了，晚上就不敢出去乱跑了。啊？这些孩子以前晚上经常跑出去打游戏，彻夜不归，打骂都管不住。我就想了这么个办法，让他们看鬼片。看完了之后啊，都乖乖的给我睡觉去了。您这招也太损了吧！这小孩啊，就得吓。筋骨棒，胆子小，将来啊，都是遵纪守法的好良民呐。主任。是不是其实是您喜欢看鬼片？嘘。上厕所，我去，我也去。就带你自己憋着吧。尿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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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同志们好，同志们辛苦了。王楚义，你笑什么？跑时间去。胖子，今天换个肉菜，别烧鱼了，烧个鸡吧。杀鸡不杀吧，文明依我汤。你看见一个风筝了吗？风筝。刚才我们在那放风筝，突然来了一只老鹰，把它给叼走了。没看见。你看见了，人们告诉我。又装病来看医生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最近上课太多，说话太多，我嗓子疼。哎，逗你呢。你呀，就是扁桃体有点发炎了，我这儿也没什么药给你的，要不然，要不然你喝点水吧。应该就能好。嗯。嗯。我先走了。上课了，上课了，上课则人之失于虎也，不怪矣。然虎之失于人，不恒见，而虎之皮常禽处之，何哉？这堂课是外语课是吗？是是。没关系。先把语文在这堂上了，语文课的时候呢，再上外语。到时候提醒我一下。老虎为什么会被人吃掉呢？因为人有脑子，会思考，人会用工具。就比如说，你们教练，有虎教练。他的名字里边也有一个虎字。有虎教练身材很好，拿过散打冠军，武功很高，一般人都打不过他。但是如果说一般人用手枪，你教练武功再好也没用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是这样说吧，练武就没有用了。我可没那么说啊。如果说你们有虎教练也用手枪，他就比一般人用手枪要厉害，对吧？吴教练，陆老师，啊，少他妈在学生面前胡说八道！啊。
陆老师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没事。要不然你去我那儿看看。嗯。走吧。江琴怎么来呀？啊，他呀，三天两头的，总闹不舒服。哎，我还想问你呢，嗯，你为什么来这儿教书啊？嗯，因为我叔是主任啊。再说也没有别的学校请我。你倒挺实在的。你呢？啊？你为什么来这儿啊？我当时交了个男朋友，他来这儿，我就跟着过来了。哦。谁呀？就刚才打你的那个。不过后来我们掰了，现在我是单身。单身好，单身好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就是那个意思也没关系啊。哎，有红，来来来来，坐我这儿来来家乐店，你家乐店咋没开门啊？都出去打工了。到了，下车，快跟上，走，快点跟上，跟上，跟上。来，进来，快往里走，快后面的跟上。后面都跟上点，来跟上点，快！快上去，往那边后台走，快！后面你跟上。你们没事的，找地方先坐吧。好，好，好。快走，快走，跟上点。张瑞山，你不表演，一会儿帮你干活。后面的，快！
坐啊。啊。我看你总戴着耳机，听什么呢？广播。我这个人比较无聊，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听听广播。我这人也特无聊，没事的时候借我听听呗。啊，给。少一个，没和你们在一起啊？啊，谁啊？张翠山，他又跑不见了。那咱们赶紧去分头找吧。司机师傅，把车门锁上，一个孩子别下来啊。
是他吧？我说你小子可以啊！我什么都没看见，后门在那儿。哎，啊，你给我也看看吧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至少得结六次婚。老张家儿子小三，你咋回来呀？你爸你妈他们出船去，估计过两天才能回来。Thank you.
小孩老师，盼星星盼月亮，可算把你盼来了。哎呦，主任，您说的哪里话？您缺人，我不就立马过来了。那我侄子陆有红，语文老师。哦，哎，有红，这小潘老师是我从县里请来的，带几天课。好了好了，同学们别笑了啊，咱们继续讲课。truth 这个词儿啊，它的意思是真理真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历史上有很多追求真相、坚持真理的人，很多都被处死。对了，你们知道李小龙怎么死的吗？他是啊，被美国的 FBI 给害死的。胖师，我今天去听你上的那节课了。嗯，怎么样？还有点小紧张呢。挺好的，就是你讲的那些段子。哦，你看呀，这些孩子都还小，他们不能长时间保持注意力，所以我们要调动他的积极性，讲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事儿，寓教于乐嘛，这样他们才能更好地记住那些知识点。胖老师，你说的这些段子会不会有点不妥呀？师范里都是这么教的呀，你没学过？我没上过师范，我是自学的。哎，不过你有机会，我推荐你试一下，很管用的。有一天，蝙蝠侠开着蝙蝠车在街上巡逻抓坏人，突然他的蝙蝠车坏了。蝙蝠侠到了一个修车厂，接待他的是一个特别邋遢、头发都粘在一起的修理工，但是他拒绝为蝙蝠侠服务。蝙蝠侠很是生气，说我的蝙蝠车是高科技的结晶，让你修士看得起你。那个特别邋遢的修理工说，因为我不修蝙蝠。身为老师，我真的是挺失败的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你在听什么呀？听广播啊。点歌的节目。点歌？嗯。你好。我要点一首歌。是陆先生吗？啊，您好久没有来电了。今天想点一首什么歌呢？我想点一首。你我待会打死你！
这一世呢？为了谁而活着？女人，女人这一生呢？为了她的男人，为了她和她的孩子们，情窦初开是为爱牵。花手滴落是为爱守魂，人到中年是残花白眼，人老珠黄是为这死。女人，女人这一生为了谁而活着？女人，女人这一生，为了她的男人，为了她和她的孩子们。是谁在风雨中打开家门？是谁为我擦去泪痕？是你为我做花花棉袄，是一颗慈爱的心。情窦初开是为爱牵引，花手滴落是为爱守魂，人到中年是残花白眼，人老珠黄是为这死。女人，女人这一生，为了谁？小帅，你吓我一跳。老师，能不能借借你的卡，为家里打个电话？好啊，但是别告诉主任啊。给。秋山，我知道你不想练武，也不愿待在这儿。你要是有什么话呢，就都跟老师说说吧。
我现在住在船上，但是我不游泳，我爸爸不让和他们坐船，就放生在这里。我不想在这，我想回家。其实老师，哎，陆老师，你也太严格了，大晚上还在训学生，你看，都训哭了。我没训他，我跟他聊天。小山，小山，没事，你来。作为老师，我真的是挺失败的。这谁他妈不失败啊？你说张翠山这孩子该怎么办呀？张什么谁？把那个赏药给缠住了，完陆老师，怎么不吃啊？今天的菜啊，特别好吃。嗯嗯。我今天胃口不太好。你不吃给我。给。社长，您的饭好了。嗯。地方唯一的好处也没了。
怎么回事啊？他没到训练的时候。就因为那件事儿嘛，校长就罚跑圈了。快点，别想偷懒了，还有五十圈。这事儿跟孩子们也没关系啊。这就叫迁怒。他只要一不高兴，就拿小孩撒气。跑圈啊，常有的事儿。今天我们检查背诵，你们先休息一下。哎，陆老师，永红，永红，校长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经过允许，不要到楼上来。校长，我觉得你不应该体罚学生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你让他们跑了那么多圈，训练过量了，等到我上课的时候，他们都缓不过来，影响我的教学。要不是你叔叔在这儿，你一个没读过师范的人，凭什么到我的学校来教学？你走吧，叫你叔叔来找我。校长，你的损是我弄死的。哎，陆老师，处死会被处死哦。你现在已经是一条很好的鲶鱼了，但是你要知道，鲶鱼不是鲤鱼，我不希望你翻江倒海，鱼跃龙门。我觉着我现在是条咸鱼。嗨，你不用担心，校长那儿我来搞定。我已经想办法了，再去给他买一只鹰了。校长为什么总是喜欢鹰啊、隼啊的这类东西啊？我哪知道，好像是要练鹰爪功吧。哦，哎，听说你跟老头怼了一通，佩服。说真的，从小到大，我还真没有见过有人跟他翻过脸。我也不算是翻脸吧。
就是主动坦白，坦白从宽嘛。那你也比我勇敢。你为什么总是一边抽烟一边吃口香糖啊？因为有一种特别的韵味儿。真的假的？你试试。冲个澡。哎，你马上九点半了。我洗得快。木兰词有人会背吗？会背的举手。这个教案上说必须通篇背诵。真的没人会背吗？张翠山。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。不闻机杼声，惟闻女汉兮。问女何所思？问女何所忆？女有谁？张翠山，你继续。
昨夜借金帖，可汗大点兵，兵书十二卷，卷卷有严明。汪楚毅，你这种行为非常的恶劣。等此事你继续。军书十二件，件件有严明，阿言无大儿。都停下！这些白痴，你们懂不懂尊重老师啊？啊，老师又不是逗你们乐的相声演员，不尊师重道就是不尊重知识。你们练功夫有什么用啊？有什么用？真以为自己能成为李小龙呢？没戏，成龙、李连杰没戏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练功夫？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是科技时代、信息时代？你们长大了是卖艺啊，还是当保镖啊？你们卖苦力一辈子，也赢不了用大脑、用知识的人。你们完了，这辈子都完了。就是因为练了这个功夫。我要走了。嗯，我准备辞职了。哦，你想跟我一起走吗？不想。这个地界儿很小，但是只有我一个女人。外面世界太大了，女人也太多了。我还是留在这儿比较好。
等一下。收音机还给你。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，知道吗？还是龚自珍的《己亥杂诗》第五首初二下册。你不再考虑考虑了？香烟、矿泉水、水果了啊！来，都这烤鸡、炉子、烤鸭啊！香烟、矿泉水、水果了啊！来，哪里了？你好，你是这下铺的？哦，我是上铺的，我带个孩子不方便，咱俩换换呗。不行，我还要在这写东西呢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，装腔作势，写什么东西？儿子，上去。从前有一位武林高手，年逾古稀，身陷囹圄，但是这些都不能阻止他走上一条追求武学最高境界的道路。
练就身形，似鹤形。千竹松下，两寒金。我来问道无余话。云在青天，水在瓶。我跟你说，这世界上最难看的事儿，就是老头打架。行啊！啊！要不叫救护车吧？快，救护车，救护车，快！爸，爸，校长真没用。瞎说什么呢？都给我回去！你爸的身体早就不好了，以后咱们这学校就全靠你了。不好，张志山又跑了。Thank you.
我们的老听众陆先生，今天有一个惊喜要给你。你的一个学生要给你点一首歌，他说谢谢你对他的照顾，他会永远记住你的教诲，并祝你幸福。船在水中飘荡飘荡，我在水中游天海之上，他的梦想。深爱的姑娘却给我悲伤。我想有的。